你们金米花还分大包、中包、小包啊？那小包多大？这么大？哦，那中包呢？这么大吗？那大包呢？这么大？我考虑一下哦。哎，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通过电话，然后用手势沟通的。哎，我们到底是要小包的、中包的还是大包的？啊，好吧，这样吧，先给我们五份土豆泥吧。请问你们的土豆泥有没有分大罐、中罐、小罐？小罐是多大？这么大还是这么大还是这么大？我们还是去吃麻辣烫吧。我也。我还是要一份肯德基。可爱的唐悠悠不仅热爱演戏，而且坚持音乐梦想。当遇到一些侮辱音乐的噪声时，他会用自己纯洁的心灵誓死捍卫，因此获得最纯洁心灵奖。我也说不上来，那两个男生长得还挺帅的，我就没好意思多问。不过看架势，好像是要搞什么仪式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先是魔法师表演，然后楼上又要搞仪式。现在终于知道是什么乐器了。啊！这是仪式吗？半小时，招魂都够了。喂，楼下有活人，请不要再吹箫了。没有什么比伯乐遇上千里马那样更令人开心的事情了。就像当美嘉遇上关谷那奇迹发生的时刻一样，只此一条，美嘉光荣获得最佳园丁奖。看来我是不炸不行了，四个二。我炸大了，这个应该很大了。别着急，我们有法宝。这又是什么？连着你，幺幺九。这个我记得。消防警会喷水的，消防队员都来了，他那炸弹一进水，我就成了闷蛋。日本青年关谷继承了岛国爱情动作片演员的光荣传统，只身在中国打拼的他，为了闯出一片天地，奋发图强，获得最具创意求职奖。关谷神奇，一个传奇般的名字，他是智慧的化身，艺术的化身，财富的化身。我是一个武士，最后的武士。汗水无所谓，是我经验的追求。技巧无所谓，是我超越的准备。失败无所谓，是我成功的原因。我是一个武士，我的座右铭就是：你已经被录。在《爱情公寓》这样一部电视剧里，除了主演之外，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群众演员在奉献着自己的汗水。在此，我们特别把特殊贡献奖献给他们。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收藏钻石。不信，等着，看到没有，全钻手机。通体镶钻128颗，颗颗南非真钻，8星8戒，真的假的？电视里说的还能有假？随机配有中华钻石协会和中华医学会的双重认证，什么国际章啊、煤老板啊、社会名流都用这个，还是双卡双带，内置 MP3、MP4、MP5、MP6，800万像素，永不断电，防磁抗衰，终身保修。哇塞，这么闪，那得多贵啊！全国只卖50部，让我买到了，
只要998。昨晚喝下来，每颗钻石还不到8块钱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很超值？而且我还是前10位打电话进去的幸运观众，他们还送我一块全钻手表，颗颗都是天然真钻，看着切工，看着火彩，每颗都有鉴定证书。我们家光鉴定证书堆起来就有这么高。颁奖典礼进行至此，也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在此感谢所有参与《爱情公寓》这部电视剧拍摄的所有工作人员，谢谢他们的努力，给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好的作品。最后我宣布，第一届《爱情公寓》颁奖盛典圆满成功，我们明年再见。